大家好，我是奥雷。最近我的新房装修到了最后一阶段，所以我比较忙，基本上每一步都要亲自过来看。因为我之前有几次不看，有些地方做得非常不满意，但是又没法改，所以就只能尽量过来看，避免损失。装修这几个月，我一直在网上看各种攻略，争取少踩坑。现在基本已经成型了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看看我的审美入不入得了各位的法眼。大门旁边是鞋柜。下面放鞋子，上面是储物的，弱电箱也在里面。由于我这个墙壁它太薄了，所以干脆拆掉，做成柜子，隔音也是够的。测试了一下，顺便说一下，我这个门本来是那个猪肝红，我用水性漆把它改了个颜色。大门涂了两遍，然后门框只涂了一遍，所以比较粗糙门框，待会再涂。涂漆的教程里面没有加上固化漆这一步，所以我就没加。然后刚刚问了老板。他说一定要加，还好没用完，大概还剩三分之一吧。这个是可视电话，还没向物业报备，所以现在还装不了。气也没通。然后这是儿童房，我的大厅的色调是藕色，煮熟了的那种藕的颜色，但是没那么深。儿童房是这种淡绿色，我感觉挺有青春活力的，适合我儿子。然后。这里有个柜子，原本的打算是把柜子从这里坐到这边来，后来我老婆她说还是买个书桌比较好一点，然后我们就决定自己买，以后再买，因为我们家的储物空间比较多，大概率是用不了这么多的。踢脚线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金属的踢脚线，由于打过了胶，就算有点缝隙也其实还好。然后这是一个风扇灯。我家是六楼，我感觉可能光线不太好，所以家里的色调基本上都是用暖色，除了有几个门是用黑色稍微点缀一下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暖色调。我在其他邻居家看了一下，我家的光线是非常好的。装这个落地窗也是为了光线。我们这个小区的住户基本上都装了类似的落地窗，左右两边是对称的，原先不对称，不对称的话门显得太大了，所以我就干脆对称。然后厨房门是这种三联式的，由于我水槽来的比较晚，所以直到前几天才开始做台面。木门的话，我今天早上发了个动态，让大家帮我看，结果发现大家的品味都很好，然后各有各的想法，然后我就想选一个百搭一点的，我就选的是最中规中矩的那种白色，所以我的柜门是白色的。前置过滤器是找一个朋友买的，他在我买家电、买各种产品的这方面帮了我很多忙。这个地轨原本是不打算装的，但是卖门的说还是装的保险一点，不装的话可能没那么稳，所以我就装了一个稍微小一点的。由于现在已经装修到最后一步了，这几天非常非常忙，每一步我都要亲自来监督。之前这个门没监督，我买的是超白玻璃，当时我老婆在这边看，她以为超白玻璃就是这个颜色，然后门全部装好，我再过来看，这个门是绿色的。每天打扫一点，每天打扫一点，就可以把那个打扫的请钟点工的钱给省下来了。正面看还好，侧面看非常非常绿的。我感觉这个灯光也没什么用。主卫的话就是另一个风格了，就是纯灰色。客卫是纯白色，这边是纯灰色。这个是给我老婆买的，她喜欢这种比较可爱一点的，专门给她挑的，非常满意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个马桶，我个人感觉是挺好用的，哈哈哈哈。用完以后感觉啊，飞起来了。智能马桶它喷水的话，对痔疮人士还有女性在来大姨妈的时候清理的时候会稍微方便一点。然后主卧的话就是粉色的，按照老吴的想法来，过个一两年它的颜色会淡一点，然后就真正的固定了，可能会比现在好看一些。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挺可以的。每个房间的门都是同样的门，但是花纹不一样，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？这是我的电脑房，要装两个电脑，我和我老婆一起。我老婆的主机是放在常规的地方，我的主机是打算学习某些网吧放在上面，隔音的都贴好了，上面那个地方翘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有些强迫症人士看不了，我就把它粘一下。我的桌子后面做了这块板，因为我在动的时候可能会翘二郎腿把墙给踢脏，所以我做了块板子，这块板就非常非常好擦了。原本那个师傅他是想里面什么都不做的，就是一个这么大的柜子，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柜子要放什么东西。我又跟他说了好多次，好，他终于肯帮他改成抽屉了，变成四个抽屉。
然后我这边风景也还行，旁边是一个湖。夏天的湖不好看，水比较绿，等到了冬天水非常清，那个时候才好看。然后这就是今天才装的这个支架，可以放一些摆件之类的。这个大家应该认识吧？门板过段时间全部都送来。哇哦，墙壁上有一些脏的，还有破损的地方，之后这个漆还要再补的，所以说要打什么孔之类的，要先把全部都打好，最后再一起补。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。大家看这么久一定渴了，我请大家喝饮料。你们要哪种味道的？我原本的计划是不靠墙，后来当时我不在这边，我老婆选择做大一点，做到这个跟墙齐平了，导致这个墙凸出来一点，它不能做得完全齐平。如果你完全齐平的话，后期使用中间会裂开，所以只能做成这样。过段时间打胶，尽量把这个突出的地方让它不那么明显。原本我是不打算跟墙齐平的，齐平的话，这个电视的位置就不好装了，这个范围太大了。如果说正对着这个孔的话，旁边就会空出很多空间，就只能斜过来一点，然后这个孔就是歪的。然后各种门可能撞到的地方，我都装了这种不明显的这种防撞垫，还有门外也有。之前没换锁，进进出出的人太多，撞坏了。现在换了锁，赶紧贴一个。好了，就这么多了。